到台东慢慢游，我是主持人涂杰。今天要带大家探索的地方呢，就是我背后的这一栋建筑物。在台东这边土生土长的波城大哥，一路从金工玩到发型设计，最后就是带大家一起来看看的皮革工艺。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他的巧手究竟还能变出哪些有趣的新花样吧。老师今天要来教我做的是热气球的钥匙圈，对不对？对。好的，那我们接下来首先的第一个步骤是要做什么呢？等一下我们就直接染色。染色？对，就整个染色，看你要先用哪一个颜色先染。嗯，我已经想好了，就是热气球的这个地方我要用蓝色的，然后下面用紫色，可以吗？可以 ，nice。好。蓝色我们就先这样，先把色都弄干，要把它弄干，因为直接上上去它就是这么湿，那你就在上面把水分啊差不多干了，你再去刷。老师，你接触皮件的这些制作还有艺术，大概有多久时间了？13年吧，13年14年。哇哦，但其实你一开始的时候是做金工，对不对？也不是在做皮革类的。那是13岁的时候是学金工的，学到出师以后啊，就觉得说要投资做金工啊，成本太高了，尤其是我们那个年代了。后来你是转行做美发师，对对对，金工跟美发师其实差蛮远的。但是都是手艺啊，会转到皮革工也是因为无聊嘛。没有，因为那时候我美发店有开，在台东市有开3间美发店，里面一个店长就想要一个剪刀包，然后就产生了第一个剪刀包，送给我们店长，就是这样啊，然后就慢慢做，慢慢做，勾起兴趣来。波城老师，我们聊完故事之后，刚好我也完成这个步骤了。我的染色还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好哦，那接着我们要做什么呢？接着我们就先打你刚才要的英文字母打在上面。OK， 好的。好啦，所以我的刻字就完成了，虽然有一点小小的落差。不会啦，这叫手工的美。这个皮革保养油，等一下整个擦完，然后它停滞差不多1分钟啊，然后我们再把它推亮啊，它会更亮。其实我觉得做这个皮件的过程还蛮疗愈的。哎，对啊，通常都是这样。好了。哦，好了吗？这样就好了。成功了，耶！我的人生第一个自己手做的钥匙圈。老师其实一直都待在台东，不论是从小到大到现在创业，为什么你会这么着迷于台东呢？可能从小到大已经习惯台东了，所以到外县市啊就比较不习惯。哪方面的不习惯？就是车子多嘛，然后不管要去哪里就觉得很阿杂。对。在这里面，其实你们有开发一些新的物件。台东这个地方有给你什么样子的灵感吗？因为每天看的都不一样，可能就是因为台东大自然然后纯净，然后就是没有太多的想法，所以会想出更多的东西出来。就像我们去冲浪，冲浪的时候在等浪的时候，如果有下雨啊，每次看到雨滴啊喷出来的雾状啊，看到那一种东西就觉得哎。我们今天刚好有什么东西要做啊，然后在那种状况下又会产生不同的东西出来的。在这个 Bolton 的工作坊里面，有没有哪一个是取自于台东这边大自然灵感的作品的？哦，今年的那个台东蓝啊，就是我们的天空蓝和一些口罩零钱包，算是可以放口罩啊，然后不需要放口罩的时候，里面还可以额外的放一些零钱啊，或是一些的小包包之类。那我最后想要问一下波城老师，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皮革对于你的意义，你会觉得是什么？千变万化。
就是我想把它展现什么，它就是什么东西这样。就比如说，客人只要拿什么东西出来，然后告诉我说他想要变成怎样的东西，我们就会把它创造出来。嗯，就完全客制化的，每个客人让我们都有一些挑战性的东西，对，会变成是这样。所以他千变万化，所以我很着迷他。伯肯老师对于皮革专精了13年，从一开始的玩家，一直到现在成为台东精品艺术，大家可以到这边来体验不同的皮革变化。